27号下午 ，Red Velvet、朴秀荣、耶利分别开设了个人 ins 账号，并上传首个视频向粉丝们致意。在公开的视频中，耶利明朗地说道：“以后会上传有趣的视频，希望大家多多光临。” Joy 也表示：“希望大家多来玩，以后要经常见面。”两人的账号在开通约12个小时后就吸引了40万名左右的粉丝，超高人气，可见一斑。粉丝们纷纷留言：“我们以后在 ins 上多见面吧，朴秀荣。”表白物理忙内金耶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